开始对台湾的土地有共同的一个想法跟共同的一个情感，所以我不是说对人说你的关心土地就是在政治这样，啊不你跟我说啦，去合适有什么合适，咱的合适哦是那种二流的合适，一直在出问题啊，螺丝加不进去的啦，啊看这房哦用不好跟顶梁的啊，啊每项东西哦连空气你空了也不好跟顶空那种，啊！咱台湾的火山遐尼济，啊！万一爆炸要安怎？咱的囡仔无多切一条多，伊是安尼无好。所以，因为对这囡仔有疼痛，所以，阮希望讲大家吼，三月初九，做阵行向街头吼，阮会带阮所有的粉丝、阮的团员，吼，家己组一支队，然后吼，来咱妈底一点吼，阮要义务唱歌给大家听吼，然后带大家吼来欢庆。我们要孩子，不要猴子，好不好？